的。我上个管。都一样啦。啊，不就来都应价都动，都收。对老三啦，对不？对老三都会呀，对啊，好了解哦。好，谢谢谢谢，以完美关关心嘛。辛苦哦，嘿啊。我工作的时候，伊妈足悬的啊，伊人工吼，伊妈有够悬的啦吼。啊，这吼大潮来，啊，所以无法度去闪吼。啊，毋过这该清淤嘛爱清淤啦，无渔民嘛是有损失啦。其他都风台子遐休困，休困。啊，阮这月船仔要用电的啊，迄种电吼，拢紧的，拢消毒，拢无电啦。电船仔嘛无电起来吼，阮大汉爱充电啦，哎，即摆下水吼，甲迄电表有无？迄电表都淹起吼，少但。哎呦，安尼水会电人袂？会啊，迄电就跳落，已经跳电来了。哦，啊无会电着吼。哎，啊无，啊，我咧就是后日要讲，要来经营阮遮。水吼，有只淹啊到内底去，啊，豆仔鱼吼，拢伫罐顶咧游，啊，搁几只当来耍，互囡仔耍，啊，一竿吼，一竿。粪扫吼，拢伊妈码头顶哦，规个拢粪扫拢伊妈码头顶，啊，规个拄只码头顶全部拢水，全部拢水，哦，啊，桶啊，跩冰箱，咱咧过去呾冰箱拢设计楼，设计楼做大水，码头无，几啊年才拄到一届。啊，什么原因来安尼？应该是即届是农历大潮，佮加上台风影响啊，下雨淹水伊妈遐管着。啊，清淤，迄有爱清淤无？哦，迄一定爱，因为你若无安尼吼。你最消无咯，最消无咯，很容易就淹上来。清淤是一定要，不然渔船都没有办法进出，啊，也影响你的水的流速，你水的流拢有影响。也感谢咱议员拢替咱争取哦，感谢感恩。啊，我来听讲，伊阿妹过淹一届哦。哦，一定会，这两三天，逐天拢会安尼。你是嘛会？你是嘛会？暗时嘛会？哎，三天哦。嘿，连续两日个，上次只个三天左右啊，嘿，拢逐天拢到码头顶，嘿。啊，你在这边？你伫遮就随钓钓鱼哦，这嘛会使钓钓吗？大潮啊，大潮！哇，大潮来，啊鱼啊走来去就对了。啊、哦，了解了解，呵呵。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拄只吼无漏水，伊妈到码头管顶，哎，拄只管顶，豆仔鱼伫码头管顶咧游，哦，甲浮起来，哦，对，哦，啊，拄只，规个码头伊妈规个管顶拢水，粪扫拢倒拢补不起来了。哎、欸，这十多年才拄到一间大楼，拄啊，因为大楼水跟风台影响，迄漏水够大个，伊妈到码头迄管顶个漏水个干气哦，哦，漏水个第一干气哦，规个拢做水灾。这码头吼、哦，就是码头足久吼、哦，迄船啊吼，咱码头动个位置拢无甲清淤啊，啊无清淤，咱沙积起来了吼、哦，迄水透袂透。